月姑娘，你照看着，我和小晴先去熬点药。照顾。需要确认她是否平安。照顾。孟章，此人行事不择手段，非正道所应为。敖虚神尊为何信任这等恶毒之辈？晴妹他们呢？煎药。师弟，我已无大碍，多谢你。还有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手不能随便牵。请你以后莫要再做出此等举动。你我共生，我只想确保你的安全。修武几乎没有世间观念，我也不该太苛责他。我没骗你，现在我确实感觉无恙。啊，你没事就好。但是，方才在那冰窟中，你只顾救别人，却不顾自身危险，这点极为不妥。嗯，是我鲁莽了，当时下意识的只知道保护晴妹。毕竟如果我有事，你也会受牵连。我是说，你应学会护自己周全。还有，也需要习惯让我来保护你。啊！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怎么了？这对你我都好。冷静点，师弟不知世事，那句话没有其他意思。我进来了啊。哟。月姑娘醒了呀，你筋脉遭寒气所侵，尚未恢复，我给你熬了些补药。谢谢。不过我没料到月姑娘你醒得这么早，这药有些烫，修武兄弟交给你了。哎呀，就是让你把药吹凉，别让人家姑娘自己动手。看来还要找机会跟他解释清楚。阿瑶，晴妹呢？小晴在厨房看第二锅药呢，那锅是驱寒的，待会儿端上来，你和修武兄弟都喝一碗。不多说了，他一个人我不放心。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我自己来就可以。还有，别人教你做什么，不用都照做。我不是说这个。是小晴的声音。就地休息一夜，明天继续上工。碍事。这个石头是……你受伤了。离远点，离远点。别多管闲事。喂，等等，这人受了伤，就应该好好看看伤口。我是大夫，让我看看。这天寒地冻的，受了伤在马棚里住上一夜，肯定会冻坏的。
喂，你受伤了吗？不，不，我没事。是吗？这位大夫可是说要给你看病的，我看你就别上矿了，换别人来吧。大人，我错了，我还能上矿，我没事儿。我们先回岳姐姐那里。什么东西？他虐待人是觉得有意思吗？我去跟掌柜说，让他在后院支个火炉子，炭火钱我出就是。好，我们一起去。客官吃好。麻烦您给后院支个炉子，炭火钱算我们账上。哎，好。哎，客官，您真是个善人呐。也算不上，就是看不得那些官兵的样子。哎，这些官兵啊，每一次都是住在我们这里。他们一向如此，毕竟是官，总得有些架子。就没人有意见吗？当然也有，但我们一个小客栈也不能怎么样。不过这些官兵着急，最多住一晚上也就走了，忍忍就好。哎，客官别怪我多说话啊，听我一句劝，您还年轻，别把鸡蛋往石头上撞，他们可不好惹。多谢掌柜，我们会注意的。客人要吃点啥？我听到后院好像有吵闹声。这客栈来了个矿队要入住，弄得人仰马翻的，而且那些领头的根本不把矿工当人看。那些矿工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明明就那几个士兵，他们一大帮子人竟也不敢反抗。他们不是矿工，是矿役，那些矿役是被他们强抓来的百姓，去开采一种叫冰晶矿的东西。冰晶矿，那不就是我们在裂风谷中见过的矿石？嗯，监工们为了控制这些矿役，便把他们同家人分开关押，若是敢反抗，他的家人也活不了。刚才那个人不敢休息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是这样，可就算把他们当仆役，也不能这样操劳吧？他们根本不会在意矿役的性命，等到矿役倒下，就弃之荒野。太恶劣了，竟然会有这种恶霸的存在。我探到那个头领的房间了，要不我去把他捆了，然后把那些矿役给放了。师姐，我和桑游一起去。你们先别冲动，这事儿可晚不得，这个矿队很可能明早就离开了。那些矿役为了家人在忍耐，我们怎能贸然行事？先等到晚上，我们再去打探消息，要救，就连同他们的家人都救出来。说得对，我一着急都忘记这回事了。要打探消息，先得搞定那些守卫。好，我去调制一些迷药，晚上行动吧。嗯，那边岩石区，那时守卫最为薄弱。你们是白天的，咱们小声说话。虽然看守已经被我迷晕，但动静太大，还是会被其他人注意到的。你们的家人被关在哪里？我会将他们一并救出。村长，多谢几位好意，但是仅凭你们几位少年，是不可能对抗得了卢龙军的。请少侠们回去吧。嗯，原来这几年就是尔等一直在山谷外咣当咣当的敲来敲去。您和山神简直一模一样。哼，我就是山神。这几年来尔等一直在此山挖冰晶矿，扰本山神休眠，着实讨厌。山神大人，小的名严寒，我等并非有意冒犯。严寒，听着，卢龙军人多又如何，没什么好怕的。这几个家伙虽然年纪轻轻，但着实有些本领。山神大人既然这么说，几位少侠
请务必救救我们。你说话竟然还不如御林管用。其实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带家人逃走，但卢龙军把守森严，我们根本找不到任何机会。几年苦工做下来，我们早已病痛缠身，又哪里是那些训练有素的卢龙军的对手？严大叔，你们的家人现在什么情况？我们这些矿役平时被关在卢龙府旁的营地里，营地中央有一座非常高的塔，叫什么神庭塔的，远远就能看到。等您到了那里，请找一个叫严湖的男人，他是我侄子。好，您可有什么信物？这我写一封家书吧。请用我的符纸和朱砂笔。我把情况都写在书信里了，我侄子认得我的笔迹，他们一定会听从您的吩咐。烈风谷无人敢去，尔等可以去那里暂避风头，接下来就交给这些小娃娃吧，无事休扰本山神。恭送山神大人。严大叔，路上小心，我们就此别过。姑娘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没有，直接收拾了那个监工。阿尤，严大叔他们是受害者，如何处置还是要看严大叔的。况且善恶有轮回，若真的动手，或许会报应到他们和家人身上。家人如此重要吗？对人族而言，有时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。晴妹，怎么了？没事。卢龙府那儿的地形我比较了解，我来带路吧。